这武器多的，这武器当时300多买的，具体300几就先不说了，好吧？属性这个差一些，毕竟目前衣服还没拿到手，衣服买的是一个特别溜的一个无级别衣服，100多好像，100多买了一件无级别衣服。我就这么给你算嘛，武器也不按300几算，就按350算。头100、120吧，应该差。我兄弟们，我瞎算的，也别说。项链120。兄弟们，你别看这个项链没有特技，什么也没有，这个项链，300，现在17段是336的出零。王谢哥那个348还是347，240万，这项链100多万，项链150，也不按150算，要衣服就不算了，衣服未来是一件130的利敏霜加特技，也要100多。鞋子现在目前比较普通一些。鞋子目前普通一些，就普通的对吧？无级别鞋，这鞋子按个20吧。兄弟们，这号就这几个04什么的就先不那个了。这几个04一个，反正就一起按50，50肯定是不止，反正就按50算吧。这号都800多了，就装备800多。09的老板是真的，X9的老板是真的狠。腰带腰带还没算。腰带两条腰带，刚刚八，还有这个腰带几十我忘记了，也按50算吧，这腰带按50算吧，这腰带16段的光芒，防御超高，这个腰带，宝宝的话好像69比较不在意宝宝，你知道吗？69不那么在意宝宝，因为宝宝你再牛逼也扛不住，对吧？这千伤的物理系的砍呀，对不对？这宝宝这里面还一仓库的宝宝，哎呀，这宝宝难受，有一蓝，可以打一本。这应该是要补虚名那一只。这宝宝还差一个内丹，稍等一下再给这进阶。嗯，哦，我知道了，这只林中鸟好像是掉过一次林中鸟，我记得当时梅梅呀在我这拿的这个林中鸟好像掉过一只。还是说当时改了很多本书，这只林中鸟我特别记得。